好，就不要讲话，我们讲话就会破坏气氛。好，算来出掉。来讲，我较早年出半岛查某人的心声啦吼，较早要嫁娶吼，拢是家己当光兵的，都是爸妈安排的。但是其实有时候早期的婚姻吼，说起来没有自由，但是我们爸妈、阿公阿妈那个年代，他们还是要好好的啊，对不对？搞不好过了二三十年后，以后又流行媒妁之言，因为自由恋爱离婚率超高的。好，那接下来要唱这个叫做婚后的生活，我们来听听看我们阿公阿嬷他们婚后的心声。虾米时阵